吧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今天吃一顿早餐，红油云吞，这边还有纸皮烧麦，还有这个里面放的这个红油都在我的窗，都是我自己喜欢吃，所以放里面，你们可以放心去看。哇，嗯，这里面有芝士和香菇，好香啊。云吞好大一个，一整颗很新鲜的虾仁，好吃。这是鲜肉笋丁的，这两种味道。我收到之后就吃了一袋清汤的，很鲜很鲜，但是我今天想吃红油的，我感觉红油看起来还更有食欲。太香了，我要拍一个视频。煎蛋打底的，嗯，好好吃。哇，蛋黄肉松的，好香。这里面的糯米和肉油润润的，很好吃。云吞串串，这个云吞我真的蛮推荐。大概是我平时一块红烧肉的大小。哼，一整颗蛋黄。
吃饱。感觉就今天一天都不用吃。是不是浪费一点？太香太香了！我看着现在的背景，总是有一种感觉，感觉我回家了。OK， 再忙再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